重庆小面。汤太多了，倒满了。就这个一桶，我泡了一桶，然后倒到碗里来。它属于香辣口味，那挂面是非油炸的。要开水泡10分钟，牛肉江西米粉。哇，有点烫嘴啊。这个江西米粉特别好，煮出来它不粘一坨。这个江西米粉可以拿来炒，煮熟了过一下凉水，拿来炒，拿来拌，拿来煮汤米粉。它是这样的，江西米粉，下锅，筷子能夹动，焖上几分钟。然后再来做汤米粉，拿来炒。这江西米粉也比较出名。
香啊。就是有点烫。这个汤我是用人人会麻辣酱做的。鸭肠面来了哟，好吃。这个鸭肠和这个面条都是用我们四川人人会做的，这个酱真的是做出来的菜或者鱼啊面条啊都好吃啊，它是熟的不用炒。还可以直接拌热米饭吃。馒头鸡，
拜拜。